紧走，赶紧的，拿你包，赶紧走，还愣什么愣呀？拿着你的，拿着你的包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咱家老房都塌了，你叫我上哪去？去哪？去你闺女家住了一夜，这还在我家多住了一天呢。哥，你这是做什么的？爸，你没事吧？不，没有事。哥，这可是咱爸，你怎么能对爸这样呢？咱爸走得早，咱爸一个人把我们抚养长大不容易。你要是想当好人，离你家去，你去养，我可不养。哥，这可是咱亲爸，你能说出这种话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老板，像你这种人根本就不配做人。你爸他不养你，我养你，走，跟我回家。行，走了，你说你别送回来。送回来，像你这样不敬不孝的人，我让我爸跟着你，我还怕遭罪呢。乌鸦之反哺，山羊跪母亲，你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有你后悔的那一天。爸，跟我回家，闺女啊一样跟你养老，你们觉得我这样做对吗？转身就是